逛街逛街逛街，夸张 kill， 疯狂乱切，我还是玩奎伦好了，玩其他字玩的这么费劲。天才代厨，官方赖小老鼠 MVP 6666，正规合法代厨，价格公道，被所包赔。或者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哟，各种游戏都有，欢迎介绍给朋友。再一把，最后一把。敌方禁用英雄，我们为您分配到打野，那就是奎伦。目前代厨很有空，来吧，各位去厨子吧。今天一整天从早到晚都在厨子。666，麻将馆的话，刚开始，慢慢来。跟谁啊？输夸克？为什么变夸克？这直播归直播。那说实在，整个大环境大家都在下降，好惨。马洛斯，我还想玩飞类。说真的，我还是想来把飞类。一群朋友边烤肉边用投影看主播，香啊，变态吧？啊，你们朋友是女生吗？是男的，这样看也太奇怪了。好了，祝你们烤肉快乐啦，好不好？中秋快乐。我不知道要出谁，没有了，谦虚了，谦虚了，没有帅，没有帅。哎，双射手哎，奎伦啊，戳那个兔子跟海洋，兔子打野哦，不会吧？兔子打野那还算好抓哎，他少一个闪现什么的，等他招完戳啊屁屁，砰砰没了。哎呦，查戈纳尔，怎么了吗？兔子打野，好猛！嗯，为什么最近会卡一下卡一下的？哎，哥，没上二啊，大哥。漂亮。First Blood， 打个魔龙吧，啊不，凯撒吧，先吃吧，吃完看他们魔龙打得怎么样。哦，看来他们魔龙没有要去，那算了。有蓝呢。其实兔子打野来说的话，应该是要路爆他的野区才对，理论上来说了。嗯，嗯，这把算好抓的。刀锋现在胜利终于不是刺客垫底了，现在刺客垫底是谁？这兔子打野是很欠抓哎，说真的。甲虫，甲虫现在是刺客垫底的，哦，有意思了，就改一个二技能就垫底了，有这么夸张吗？太扯了吧！上路不知道有没有搞头。嗯，看起来没有。红龙，甲虫胜率胜是16，这么惨？那甲虫，哇！看影片应该弄点甲虫的出来，对吧？
嘿嘿，再杀他一次。我看一直抓这个迪拉克就好了，好抓，一直抓。漂亮。哎、欸，跑太快了吧？哭啊！马路是跑超快。QQ 薯条嘞，支援来了。我怎么觉得杀不掉？支援来了，好硬哦。请支援输赢。被天才诅咒不会消，不是哦，这个甲虫它那个感觉就很强啊，它只是二技能延迟多一点而已，我觉得还是能玩的吧。虽然二技能延迟可能会让甲虫死了稀巴烂，但是还是能玩的吧。我觉得还是能玩的，就伤害什么的还是很高啊。嗯，这里别打团，清个兵。秒杀、欸！小心地震。哦，无情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哎，我当工具了，我去打工。那甲虫早就该消了，说真的，强太久了，强了整整不知道几个赛季去了，赛季哦。把输出极致化好了，出个天虫云吧，逛街逛街。啊，你们朋友是女生吗？拖啊屁屁，逛街逛街，逛街。Quadra kill， 疯狂乱切。我还是玩奎伦好了，玩其他字玩得这么费劲。六六六，嘿嘿，太肥了，太肥了，太肥了，随便切。现在又补一个天虫云，直接逆天了，没见过这，死了，没见过这，死了，啪，没了，啪，没了。啊、不，刚那段杀来杀去，感觉可以剪成剔透。漂亮漂亮！感觉回到消落前的奎伦没有了，经济领先的关系啊。侧边进场。结束。Victory。
甲虫的精华感觉需要来一点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加分的吧？超神1900多次，四杀超神 MVP 银牌三杀，对上全服最强海牙之类的，好吧？这标题好蛮正的，这海牙玩的不错，但 IG 还是要看一下 CHENQA01， 我来看看，来秉持着实验的精神，好放你们看一眼。不过这个账号感觉是小号，啊，翻车，好捡。捡，找店员，麻将馆店员基本上应该找齐了，袋鼠有在争啊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开到这边啊。天才袋鼠小老鼠 MVP 6666，再欢迎大家使用，来谢谢，等下去麻将馆晃晃啊，有机会经过逢甲再来我麻将馆坐一下啊。